转载自百家号，作者小孙说球局 ESPN 记者沃森报道，火箭总经理莫雷终于出手完成大交易。火箭送出大包袱，安德森和新秀梅尔顿，从太阳队呢得到了奈特和克里斯。很多人表示莫雷这笔交易相当精彩，在没有花费一个选秀权的情况下就甩掉了安德森的大包袱。难道火箭完成二换二交易就是为了交易掉安德森吗？其实他只是次要的，莫雷的还有更重要的目的。安德森的合同还剩下两年4170万，如果签下梅尔顿，火箭大概也要花150万。而完成这笔交易，火箭不但剩下了大约400万，从而去要缴纳的奢侈税也降低了大约1100万。当然这是交易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，也是明面上的东西，而藏在交易里的东西也被曝光了。首先，火箭完成这笔交易的最关键因素是保罗。火箭上赛季替补空位是他们的最大弱点，在保罗受伤后没有一个可靠的空位使用，使得火箭输给了勇士队。而在奈特到来后，保罗身上的压力瞬间小了很多。要知道保罗也已经是30老汉了，莫雷也是为了保护保罗的身体，也为了让他更有竞争力，才签来了能力出色的奈特作为保罗的替补。其次，火箭内线的薄弱也是他们需要补强的，而且莫雷对于身体素质灵活的内线很喜欢。克里斯是机动型大前锋，很年轻也很健康，他有着后卫般的快下能力以及出色的协防潜力。虽然在太阳对他的打球态度出现了问题，但是在哈登保罗调教下，相信他会有更好的表现。可以说这次莫雷真的赚了。各位球迷，你们怎么看？